我现在在英国最出名的百货商店 Harrods 的门口。Harrods 里面的酒窖呢，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好酒。但是今天我不是为了其他的酒而来的，而是为了一种来自亚洲但是蜂蜜欧洲的酒——清酒。This is a chumai sake, a Japanese sake. 他说什么？ Please. 我还真的不知道耶。First, nose it. 闻一闻。Melon, lychee. 有一点点水果的香味哦。Try it this one. 好喝。Very smooth. 哎，还挺好喝的。好像很专业的样子，我也觉得我也想变得那么专业。Do you know about sake? No, actually, I like all the alcohol. Okay, so if you want to discover, actually, we've got a course in Japan, and you should come with us. Why not? 去日本学 ？Yes, I'd like to. 我们是有行动力的人，现在就出发吧。大米和水是制作清酒的原材料。SSA 清酒师课程带我们从伦敦来到日本山清水秀、大米飘香的小镇上，一起来静心学习，亲手制作一杯上等清酒。制作清酒的第一步就是磨米，米皮磨掉的越多，米芯剩下的越少，那清酒的质量就越高。古米口啊，我们现在看到的米是筋磨度多少的米？35%。接下来就是洗米，洗米的时候，我发现他们是对着秒表读秒，一分一秒的计算的非常精准。我会读秒。袋子变得越来越重。一般日本大型的酿酒厂都是用机器蒸米，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酿酒厂用的是一个传统的蒸笼，但是听说这种蒸笼蒸出来的米会更加外硬内软。我们现在古法酿造的米就已经蒸出来了，闻一闻这个香味，我觉得我现在就可以直接吃了。正好现在蒸桑拿房里面做苦力，米从这个蒸笼里面出来，经过了全新的来到这个地方，然后正是我蒸好的外硬内软的大米。我来试一下什么味，亮晶晶的大米，外硬内软，非常有嚼劲，非常好吃。听说这里的酿酒师每天都要把新鲜煮好的米用人力扛到发酵缸里面发酵。蒸好的三分之一米就搬到了这个制曲室里面来制造酒去，因为制作清酒比葡萄酒多了一个过程，就叫做糖化。我们现在制作的酒去就是能帮助大米里面的淀粉分解成糖，就是把米均匀铺平了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撒曲菌了。用力了，这是已经放酒曲菌的米的第二天，然后我们现在要把这个米花很大的力气把它碾碎，闻上去已经有一点点的酒香了，我觉得好累啊这个活。然后老师跟我说，真正好的曲米不是一块一块的，而是一粒一粒的，现在就已经变得粒粒分明了，形状固定起来，这样米就不会洒到地上。然后我们现在把它搬到这个房间里面，你可以看到白色的这些地方就是已经制好，已经是曲菌了。等到下午的时候，整一片的米基本上就会变白了。这间房间已经更热了，有48度了。你看这个制酒师已经变得汗流浃背了，我自己也是，基本上汗一直在流。每天的工作就是把下面的这个盒子里面的米然后放到上面去，上下位置调换一下。
拜一下松尾酒神。淀粉遇到酒曲转化成了糖，糖遇到酵母转化成了酒。我们现在就把蒸好的米和制作好的曲米加上酵母放在这个发酵缸里面，这样子搅拌一下，帮助它发酵。我在这里一边搅一边就能闻到酒香了。这里面感觉已经有很多小气泡冒出来了，咕噜咕噜的。然后仔细闻一下，好像有一点苹果加上蜜瓜的香味。清酒应该是世界上饮用温度范围最大的酒，我知道它可以冷着喝也可以热着喝，但是我一直有一个疑问，就是清酒的冷热到底是怎么搭配食物的呢？ The cold sake I will go for light food, okay, sushi, sashimi, depending on the type of fish. The only dishes will go more with hot sake. 冷的清酒搭配比较清淡的食物，然后热的清酒。好。Thank you. 热的清酒会搭配比较油腻的食物，就是一般点餐需要注意的一个事项。まず乾杯をして始めましょうか。それじゃ乾杯。乾杯。现在我们又回到伦敦，我准备拿我的清酒师证书了。Congratulations. It's a certificate for you.只是向大家介绍了大致的几个部分，其中的跟他专业的知识还有乐趣还要靠你自己亲自去体验哦。We have introductory sake professional course, which is 2 hours course at Harrods, and 2 days concentrated course called the certified sake sommelier course, and then here, this is a certificate of advanced sake sommelier course taking place in Japan. Yes, visiting 5 breweries, and this is a proof. To find sommelier job or even buyer, you know, professional advisor about sake in the world, I think you gain some very strong knowledge about sake. I think I will recommend anyone to come with us, you know, and to discover all the world of sake.如果你想对从事关于酒水的，比如说培训啊、咨询啊，然后品鉴方面的工作，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证书，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经历。我记得当时的社长说，一杯好的清酒其实就像一杯水一样，它喝到嘴里的时候，你会有各种各样的惊喜的味道，但是当你咽下去之后，你的嘴里是非常清澈的。SSA 清酒师课程欢迎你 ，Welcome。